人最怕三长两短，想最几年管一场，家中兔子香肯定有人丧，人分好人坏人，十分僵尸。有我中发白在，方圆20里的鬼早就移民了。不是下午头岁学医16岁20岁开杂货店，为什么呢？没鬼了，我只好开杂货店赚钱吃饭呢。